我要比你他不是威严我也不觉得我中国字也差大家好我是巧娘回来两个多月了状况百出到现在才起身今天又到烟台去看望九十高龄的大姑妈大姑丈中国的高铁我还是第一次坐有点摸不着北中国不管走到哪里人就是特别多还好现在大家已经有了排队的习惯买票上车都很顺利上次来烟台是08年的事看到最后一次大姑妈是在七年前妈妈去世的时候现在动车很快一个多小时哦到烟台站了先下以前没有动车的时候来到这边都有三个多小时小妹已经在下面看到我了到门口要先给大姑妈一个惊喜没让我先在外边等这是我从台湾带回来的大礼一辆小车给姑妈烟台人很会开玩笑没来那子女没来此时我心里很感动大姑啊你姐妹走个了哎我发了哎我赶快抱抱哎呀别呀一年不老不老还不老哎不老不老不老十几年没看大抱抱大姑父哎呀抱抱抱抱哎呀我得再爬着抱抱大姑抱抱大姑多少年没看见了吗哦哎跟大姑还有七年多没看见啊大姑父大姑父你来你瞧你大姑给大姑别哭了哈我没哭了别哭了哈我没哭我一会上来看你哎呀没有就说事就说的哎呀够好了大事呢他说哎他这个和那不一样又溜达又好是我那天看见有的人也提这么小车你看呢从上去兜里那份娘没有印的刀从那个烟台一年有转移的刀表妹的烟台话是说是刚才我们打计程车回计程车司机说一看就是台湾制造的质量很好这个袋子就是装车的袋子不要但是绑的那个绳子也不用这个也扒下来了一个娘们儿也有对都给它扒下来都哎哦这就是刚才在那里缠的本来这个轮子都包得好好的这个钢管质量好他这个大卫设计的钢管质量不好他这个用不回了对一定要这个手扎这里先扎哈这不是你看再扎一下对松开对你只要坐着一定要先对这样就不动了不然你如果没有对都有沙渣对这样起来坐下都有大姑练了一会说先吃饭今天中午简单吃晚上表弟请我们去吃大餐大姑笑了那大姑说自己不漂亮你看多漂亮多漂亮哎你看大姑今天没等我挑出来我不要比你惨他不是威严我也不觉得你看你一大姑父都给你撑的我撑过这也撑哎笑死我了哦，这是鲜的海蜇、嗯、哦，鲜海蜇这么吃、嗯、啊，一鲜只会用大碗吃。哎呀，还有几啊？什么海蜇？这个海蜇爬嘛，挺多沙子口，沙子口海蜇很多。嗯，长得很好吃，好吃不好吃？不会多了，这不吃好不好吃？哎，这个养胃啊。这个叫竹节虾。嗯、哎。这个叫竹节虾哈。竹节虾。就这一半不行。大对虾这个真是炒得很好刚刚好中午吃了简单的午餐大姑妈马上开始坐在自己的小车上自从我进门到现在两个多小时姑姑一直在练车这个姑妈我七年没见了
现在两条腿已经不灵光，所以这个小车子对他来说是巨大的礼物。我的到来，大姑好开心。我的姑姑多漂亮。看了那真的都不行，我大姑说看着侄女就想笑。大姑妈对这个小车子爱不释手，一直在车上练习，我都担心会累坏了。大姑啊，你慢慢的练，不要一直练，那个腿也会累哦。大姑跟大姑丈说，原先他不会转，现在已经练到会转圈了。这个车子我已经买了一两年了，因为一直都没有回来。这次姑姑快要生日了，买个车给她。大姑好厉害哦，马上就学会了哦。大姑父一边笑，笑到咳嗽，说大姑就像个小孩，非常喜欢这个车子。我很佩服老人家的毅力，一直在练。我得起来，我就知道。哎呀，太厉害了！对，你起来吧，就要先把手扎扎好再起来哈。我大姑好聪明哦。我大姑好厉害哦。你看。熟悉了。我一共有十个姑姑。四个姑姑都健在，这个姑姑生于民国，是年纪最大的。姑姑丈已经结婚快70年了。你们看打扑克的，我看不懂打扑克的。大姑姐，哎呦，哎，这一个大馒头多少钱啊？400多。哦，450块。这是我们山东的特色，炸的大馒头比蛋糕还好吃，一个馒头有20斤。我提动动，提动，哦，提不动了。到了晚上，就是表弟和弟妹请客，烟台的主题也是以海鲜为主。虽然我海边长大，很多东西我没吃过。海肠捞饭。海肠看都没看过。哎，小时候我们也不吃海肠啊。这是我们山东待客的方式，大馒头和饺子。远方的亲人回家就要吃团圆饺子、大馒头。山东人特色大馒头、饺子。那先吃个饺子。吃嘎头，我跟你说，吃嘎头。嗯，吃嘎头。嗯，很鲜，很嫩。这个四嘎头，嗯，我估计不一定能吃过。没有，我第一次吃。我点你好多人都吃过。很大，这个东西大。啊大嘎了。光吃头这个东西。等一下。你看的非常鲜，这个饺子。啊，只有在我们烟台能吃得到。老人家就是老人家，还没吃完，大姑妈就惦记她的小车，要快回家练车。这才早上5:30。姑妈就让我陪她出来了，昨天晚上一直练车，今天要赶快出来跟她伙伴们炫耀。老太太好开心哦，这就古玩市场哦，过去往那儿走，过来看看吧。我不是走大走，你看项圈，这个大头钱是真的吗？哎，中华民国9年制造，这是银的，这是苗族，这都是银梳的。某通咱家还有一个，人家我刚才问那边450一个。那以前可有了，现在你上哪去找这么个东西？我家还有一个，你留着当古董给那儿。姑妈常来古董市场转，很喜欢买古董，所以很努力的练车。像早上出来，大家看她的新车，看去找她伙伴了。哎，不要，他们凶人。我也不知道。你看你，人家大姑父都给你称呢。我称过自己称。哎，笑死我了。你们看打扑克的。
这个画面让我很感动。大姑父说明年正月初五就是他们结婚70年，我只到金婚银婚，70年是什么婚我都不知道。大姑父说希望明年我一定要回来参加他们结婚70年的纪念。亲爱的粉丝朋友们，大姑妈结婚70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呢？现在我们30多位小辈都在想明年也送大姑妈什么礼物，连百岁奶奶都想好了要送姑妈的礼物了，我们都还没想好。我的到来姑姑一直很开心一直笑，她说是个姑姑，我是他们唯一的侄女，嫁得太远了，时常想我想到哭，这次一定要多住些日子，我也希望多陪伴奶奶多陪伴姑妈，所以这次住的时间会比较长，真的希望我的大姑和我的大姑父他们永远健康长寿。他们都是民国20年出生。70年是什么婚？我该送什么礼物给二老呢？